还是刚开的。按 F9 或点击左侧录制按钮，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游戏。我操，没有人呢。加油！哇，这大炮快呀！这个星源这个大炮挺快的，他能进前三。看我说的，相不相信我说的？这个星源绝对能进前三。靠，枪往右边靠了，走了，我这一把怎么感觉？你们有没有感觉我切枪好慢？手有点硬，钝了吧？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输出环境啊？最近穿越火星就是这样。啊，这把杀不多了，这把杀不多了，各位。这运气都是这么差。最近打真人那点儿老背了，最近打真人那点儿老背了。最近打真人那点儿老背了，知道为什么？这把杀不多了。你到底要往哪走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没有机会连杀。是被抄。你们不应该在我直播间里面说那些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应该去职业选手里面去说你的偶像，看看他们会怎么样。毕竟更专业一点，毕竟更专业一点，看看怎么评价。
把他打得真少，这把杀得真少。太少了。上一个人在那蹲点都能好手应该。打个人经济里面大炮用的很多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打个人经济的大炮用的特别多？因为在大炮面前没有用，知道吗？在大炮面前身法很伤的。用身法主要是让他们打脚的，但是他们大炮看见就一枪。超背三秒，超背你大爷啊，打你妹啊。现在对预判他们的点位真的特别杀，我现在对预判点位打得特别渣，不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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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打得跟屎一样。就是预判他们的走位现在远不如以前了，就是你感觉他在左他往右边跳，感觉他往右他往左边跳，你感觉他要跳他给你蹲下，你感觉他蹲下他给你跳出来。有的是一直往左边走，他走两步往右晃一下，有的是好就是完全不知道。菜的不行，真的菜的不行。150上不去了，竟然第二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一个人的枪法只要 OK， 我都能感觉出来。还有一个人帮他补伤的，剩他自己的话我能给他打死，但是还有一个你
喜欢。打得很丑了这一把，很丑了，这都打成什么样了？一百四啊！我再来一把行不行？再来一把，这把打得好好菜的，这把打得好菜，这把打得好。